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抽根烟了。对，上班上班走了。哦。下班了。我说怎么到这里看见一个姑娘长挺好看的，我说再一看，还跟我打招呼，我整个人都懵逼了，我。好了，你先睡了。嗯。咱可以休息一下。走，可以下班了。差不多了，但是还得再等一会儿。没事，我跟你老板讲了，可以。对。跟你们店长讲。今天可以，今天可以提前下班。今天又提前下班，我太好了。哎，胖总，你多来几次了。我天天来是吧？天天来，天天下班是吧？怎么又是他？行，那我先去换衣服。好，先去吧。那我先下来了。好好。先下来了。没事，去吧，跟老板说好了。天天包间，对了，可以啊，就躺吃一波，美滋滋。上次，哎，我上次来找他是开蓝猫经理吧？那天，好像是开老牛。本来想带他去兜风的，然后他都没坐到车的。开心，这么开心？当然呀，上班多开心呀！哎呀，上班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呀。那就不上班了呗。我又少上了半个小时的。是吧？不上班不行呀，不上班喝西北风呀，像今天一样，今天长沙都妖风。这妖风多好喝呀，香不香？一点都不好。来打个招呼来。哎，我就窗我讲我直播间里面好多人都，好多人天天说，哎呀。为什么不去天马找他？为什么不去天马找他？前两天老好多人要找你，真的，我这么受欢迎。然后我又没时间来，天天忙得要死，都没机会往那边跑，因为这边太超载了，网络不好。哦，这边网络不好。嗯。看看呀，我倒是还好呀。哎，你朋友过生日什么时候去啊？朋友过生日？嗯。他们是晚上，就是过了12点之后他们生日，然后今天晚上的话呢，今天要上课。我在想要不要去。不是，他是过了12点之后过生日。对，就是他们就是想庆生，就是呢从今天到明天，就这样，这都是过还过12点。就是他不是今天生日，就是12点过了之后才生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还去个屁啊！人家12点，是吧？喝点酒，吃个蛋糕，酒店里面就干活去了。你去干嘛呀？来，哎，怎么你俩长那么像？你们两个，我都没注意看，你们俩长得真的像。你们老远了，怎么是不好久没来了？像不像天宇这个金哥的女神？像，对，他是长得像天宇，他不是天宇。哎，我问你啊。你就天宇吧你，好像天宇啊这个，给我来一个那个火锅，啊来火锅，啊坐吧 ，Hello， 老外，哦没事，来坐吧，我们坐里面嘛，我以为是一个外国人呢，好尴尬呀我操。
拍了一下，就情不自禁想跟你打个招呼，就想加个微信认识一下。哎，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做什么主播？我呀，我是美食主播。美食主播。对，就到处吃东西喝东西了。到时候吃那个主播的话有很多种类型啊，就是什么美食美妆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差不多，就是美食美妆。那我就简单的想了解一下，反正刚好也算是一种流量吧。啊。就是我马上就要实习了嘛，啊、然后我也想尝试一下这个主播，然后。啊，我身边有好几个姐妹嘛，她们也在做这个，但是就是我怎么说呢，我不能保证我自己做得非常好，但是我又没做过这个嘛，然后我就想我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直播间吗？啊，可以，来，你看一下来，有这么多人啊。啊，还好。哇，好可怕。也才100多万，没多少人。这个100多万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是我直播人气最低的一次。最低的一次。对。今天状态不好。哎，平时都是2000-3000万一次。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嘛，然后我就想马上实习了。你是这个学校的？嗯。啊。我就想靠自己赚点钱吧，算是兼职。然后做这个的话，没赚钱。这个赚不了什么钱的，赚不了什么钱。对，这个、那你可以就是向我介绍一下做主播的话。不是，你现在是做什么呀？你这个学校，我就是马上就要实习了。你们这学校一般毕业不是去当空姐吗？当那个？我不想去搞学校安排的，我不想做我自己的专业，我想自己去做一些，我就想自己创业嘛，慢慢一步一步。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是中国人啊，我是混血。没有，我知道你是中国人。没有，我就说你是中国那个什么地方的，就是哪个省的那个。我就是长沙的。你就是长沙的。我的爸爸是汉族嘛，我妈妈是维族的嘛，然后我一半是属于新疆，然后又一半是我爸爸是北京人。然后我在长沙待了已经3年了。哦啊，我还真以为你那个啊哈。所以我也算是半个长沙人了吧。啊，就是国内混的是吧？还没混到国外去是吧？那你怎么？啊，我还以为混出国了，我还以为你爸爸是俄罗斯的，你妈妈是哪里的？看着啊。哎，你说你妈妈是哪里的？新疆的，但是我外公是俄罗斯的，就是我的外公。你妈妈的爸爸啊，是俄罗斯的，然后你妈妈就是在中国出生的。妈妈，然后我也是，就是我也有一点。哦，那哦，哇，你那基因这个好复杂啊，这个。那就比较复杂的。哦、啊，那你出生是在长沙出生的？没有，是在北京。在北京出生的，然后你妈妈是新疆的，你爸爸是北京的。他们是真爱，然后就结婚。真爱就结婚了。哦。哦，这其实也算那个混血。纠结混血。没事，我粉丝就比较就纠结，就是刚才我进来比较好奇，我还以为这个是一个外国友人，你知道吗？就哈喽就把英文都整出来了，打个招呼。好多人都是。好多人都以为你是外国人是吧？你跟我用中文打招呼，我还是比较惊讶的，因为。别人都是用英文，英语，对，他们都说 Hello, where are you from? 这样。哎呦，还会说英文呢。哎，你会说新疆话吗？会啊。你会写新疆话吗？会。那你说两句新疆话，我听一下。我就说你好。嗯。说你好。对，你好就是 Yaxin。然后就是你们，我觉得汉族人比较好奇，就是我喜欢你嘛。我喜欢你就是蛮子的水门。蛮什么？蛮子的水门。蛮子的水门。对。哎呀，太复杂了。就是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哦。
那你会这样吗？羊肉串儿。对，我会。啊。哥们笑了。哎，他们说这个只会只有新疆人会是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对你其实还是很标准的。我你会说拎吗？会什么？拎拎拎嘚拎，不是嘚拎，就是拎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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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拎。没有，我以前就听人家说这个声音只会新疆人才会弄。然后就其他主要的都其他地方的人都不会搞，然后那天我试了一下，嘚儿，新疆串儿。我跟我们班的同学都教说嘚儿，他们都是啊嘚儿啊嘚儿啊嘚儿。我靠！我在想，兄弟们，此刻现在是不是好多人一边看直播一边嘚儿，也去做这个声音去了？哎，有没有？有人扣我进来？我相信绝对有，绝对有人在模仿的嘚儿。肯定有人模仿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有人模仿。我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火锅啊，这个你那个，我给那边也来一个，两个，啊，端错地方了，我操！你要吃吗？哎呦，没事，你先吃，嗯，你先吃。那我就先吃了，我太饿了。啊，没事。啊，你一天没吃饭就吃这个，这好冰，这是冰的吧？好烫啊！我操，小心点别烫嘴啊！这个，吹一下，这很烫。啊，烫吗？还好啊，别烫到嘴了啊。还可以啊，这我第一次来这里。好，因为我对这边不熟。哦，你刚刚也点的是火锅是吧？哦，他就说这个是比较好吃的。哦，这样啊，我还以为那个，哦，操，尴尬了这个。行，没事，让你先吃吧。一会儿咱可以加个微信不？微信啊？嗯。我很少加陌生人的微信的。很少加，你现在是在实习在做事情吗？现在？没有实习，但是我就是平时接别的活动，就是拍摄类的活动，算是平面吧。拍摄就是类似于模特是吧？嗯，视频啊，然后广告啊，是那种写真呐、啊。还拍写真？嗯、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就是个摄影师，我这个艺术家，看着不像吗？没有在我身上发现一丝这个艺术的气息吗？我觉得你挺幽默的。哎，那就可以找你约拍吗？拍什么？拍写真。主题是什么？主题是就是浴室。啊？浴室。浴室。没有，因为我是做那个嘛，就除了做直播以外，我还做那个就是，家居，厨卫。哦，就是浴室的广告是吧？对，我主要就是拍浴缸啊、马桶啊。那不会穿得太暴露吧？可能会就是穿点那种比较那个紧身的衣服，就拎点水到身上。不要太暴露的话可以，但是太暴露就不行了。笑什么呀？怎么样？你对得起慧珠吗？你对得起慧珠？没有，我这是工作，这都是为了工作。我这个没事，我这个是为了工作。我跟他谈谈工作，到时候我要约拍那个拍点艺术照啥的，就是我这搞艺术的，顺便就是为我那个浴缸啊，就是打广告，那这个浴室里面那个淋浴。就是做了广告什么的，然后寻思的到时候可以请你去做我的模特，就拍点那个好看的照片，可以啊。嗯，主要穿的很暴露，就太暴露的话就拍那种。就是比基尼那种可以吗？比基尼也不行啊，那就是我不穿那种暴露的衣服。哦。
那咱们先加个微信嘛，哈，了解一下到时候。好。好，我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。我扫你还是你扫我？都可以。那你扫我吧。好。下一个我的吧，你来，我们也是好，这是我，这我助理，我助理，我不要惨了，哈哈哈哈，别着急啊，该你们了，一会儿好好的教训他啊，好的，没有，好好的教训啊，行，那你吃饱啊，我跟我朋友，惨了，没有，这都是为了工作的。哎，这豆子还没做热的吗？还热了呀。为了工作，你现在为了工作，我就看他是一个就是，因为我最近带你了一个做卫浴的品牌，然后呢，我想试试给他们做个广告，做做宣传，就一般做宣传，你看你去拍浴缸拍这东西，你根本就没吸引不了人，知道吗？你看封面几千上万的浴缸，谁你觉得你的产品能吸引别人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你找一个漂亮的模特儿坐上面拍，别人哎这里有模特儿有美女就会点进去嘛，对不对？点进去一看，哦这个品牌不错，哎还便宜，哦挺公道的，他就买了，明白吧？对，就这个。但是他又不能拍性感的，你有没有有没有想法去做这个，没想过吗？我也不行，我性感不起来。你看我的小身板，像能有那种性感那种感觉吗？有。我不走这种风格了呀。有，都有。没有。嗯。